雷射光雕秀超华丽，台北101将在10号晚间8点到10点首度举办双十国庆展演，配上1分钟烟火和点灯打字，结合台湾特色，照亮夜空。因台北101国庆展演10月10号晚间7点40分到8点20分，新一路五段、松智路还有市府路，民众要留意交通管制。继续走，来到总统府周围也要注意哦。因应国庆大会从9号晚间就开始人车管制，总统府周遭将配合国庆大会实施2阶段交管。第一阶段从9号晚间10点到10号下午1点，核心区域包含凯达格兰大道、贵阳街等进行人车管制。第二阶段从10号凌晨0点到下午1点，在周遭区域，像是博爱路以东、常德街等实施车辆管制。而为了大肆庆祝，餐饮也搭上热潮，祭出好康。热乎乎牛排在铁板上滋滋作响，连锁牛排呼叫国庆宝宝寿星在国庆日当天双人来用餐，就招待寿星免费享用排餐。因为10月10号刚好是我们的国庆日，那假设你的生日也刚好是10月10号，那等于是双重的庆生。那我们预估呢，大概可以增加1到2成的业绩及人潮。除了私奔牛排出招，就连远雄悦来大饭店也来餐一咖。10月10号寿星到英伦西餐厅享用自助晚餐，优惠价10元。另一头，其席地串烧居酒屋也祭出天使大红虾，买二送二，就盼在普天同庆的日子也能炒热商机。TVBS 的新闻，谢文祥、刘轩，台北怎么导？